狙击手朝着屋子开了一枪，却只是打中了屋内的全家福。房中的女孩被吓了一跳，只见地上掉落了一把手枪。对面还有一个受了伤的女人，女孩想要伸手去拿地上的枪。面对这种危险的情况，她回忆起叔叔曾经说过的话：人的视线不可能没有死角，要善于利用周围的环境，帮助自己应对危险。想到这里，女孩看向了地面上破碎的镜子，然后拿起一个扫把用胶带绑了上去。只见她缓缓地往外伸了出去。 接着一枪将玻璃打碎，看到子弹不偏不倚的打中女孩，立马更换碎片，将其往上抬了抬，可还是被再也不能。但女孩并没有就此放弃，只见她又绑好一块碎片，这次抬高到了门框的位置。这一次狙击手居然没有成功打中，他意识到这个女孩并不顶。于是他爬到了冰箱上，打算利用狙击手的死角跳过去拿到地上的那把枪。另一边的杀手却猜不透这个女孩想要做什么。 他只能让同伴将汽车向前开一点，恰好看见了女孩的头发位置。跳到沙发旁的女孩想要去拿那把枪，手臂不够长的她怎么都够不着，于是她推翻面前的沙发，刚好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掩体。女孩则在沙发下面发现了一个崭新的狙击枪。另一边的狙击手还在抱怨刚才的失手，准备再次开枪时，却看见女孩已经架好狙击枪对准。 原来女孩名叫郑治安，父母去世后的她一直和叔叔住在一起。这天，她在女厕所打了一个偷窥，被带到了警局问话。期间，她接到了一个电话，另一个警局的警察说她叔叔去世，希望她能去认领一下遗体。在前往认领的路上，她回忆起自己最后一次见叔叔时，她正在给自己的房间做装修，不仅给窗户装上了防盗窗，甚至准备了铁打的柜子。她还告诉郑治安，一旦遇到危险可以躲进这个柜子，因为这是特制的防弹柜。 此时的治安还不想多听他啰嗦，自顾自地开始整理桌子。叔叔则拿起他桌上的学生证，然后反复地提醒他，一定要牢记自己的学号。110903。搭乘出租车来到警局医院，治安进入到太平间内。随着医生将尸体推出，他确认了叔叔的遗体，只不过叔叔是割破脖子而死，可自杀的人会选择这么做。一旁的警察解释道，他们通过排查事发地点附近的监控，确定了一周内不曾出现过其他人。 再加上法医的验尸报告，得出这种自杀方式是有可能的结论。听完警察说的话，再回想了一下叔叔的独特性，治安也没有再多想了。在认领完成的同时，他注意到叔叔身上有一个特殊的纹身，上面刺着四个字“协助杀人”。之后，他回到家，失去唯一亲人的他坐在家门口。就在此时，他儿时的朋友裴正明出现在门口，他是自己记忆里的好朋友。原来他曾经帮治安叔叔干过活，因为他叔叔是贩卖农业水管的。证明帮他建立了卖货网站。 看着无精打采的治安，郑明主动提出帮他清理卫生间，因为那是他叔叔去世的地方。治安接受了他的帮助，接下来就是举办叔叔的葬礼。在葬礼上看见了很多人，甚至还有一对长相凶狠的双胞胎。叔叔的这些朋友自己从来没见过，治安第一次觉得自己并不了解他。与此同时，郑明在打扫的过程中，发现柜子的角落上有血迹，打开柜门后，看见了一个老式的翻盖手机。很快到了傍晚，完成葬礼后的治安回到家。 看着这个到处都是叔叔身影的家，他最终还是控制不住悲伤的情绪，大声的哭了出来。就在这时，郑明推门走了进来，他是来送内部打扫发现的手机，可治安并没有见叔叔用过这个。他打开手机，恰好看见了一则短信，对方说自己汇入了7000万，问什么时候能够发货。治安对此很是疑惑，叔叔只是一个卖农用水管的。接着他又看到，叔叔手机里显示余额有187亿3500万，他连忙给郑明看信息。 这把对方也吓了一跳，治安立刻想到叔叔的卖货网站，187亿足够买几千公里的水管了。郑明作为一个电脑高手，很快就发现网站有问题。在反复的破解尝试中，意外的发现了一个隐藏网站，网站的界面写着“协助杀人”四个字，这和叔叔身上的纹身是一样的。网站卖的都是一些非法武器，治安对此也只能冷笑一声，自己完全不了解叔叔。突然窗口弹出了一条信息。 郑明看到后立刻关闭了电脑，连忙安慰治安不要多想，对方一定是个疯子。就在此时，家里的门铃被按响了，一个自称中文家教的女人找上门来，她说自己是来教郑静湾中文的，不过她背后包内装着一把枪。那个自称中文家教老师的女人走到了郑明，说想见一下她的叔叔郑静湾。治安直接拒绝了她的请求，女人见她并不想开门，只能先暂时离开。画面一转，一群人聚集在一起烤火，只见一个光头男走了过来，掏出一把锋利的匕首。 划开自己的手臂。
从中取出了一个代码芯片丢入火中，接着众人拿出自己的武器，确定了这次行动的目标，那就是抓住郑静湾的侄女，以此换取巨额的赏金。与此同时，男孩证明发现了他叔叔经营的网站的秘密。除了那笔187亿的遗产外，枪械购物网站还有更大的秘密。网站里的等级以代码显示，唯有获得经营者授予代码的会员，才能在这个网站购买物品，而且不同代码只能购买不同的东西。 例如红色代码的会员是杀手，只能购买杀人用的武器；紫色代码的会员是间谍，只能购买窃听或偷拍设备；而黄色代码的会员是善后者，网站会为他们提供处理尸体所需的药品以及逃避法律制裁的一些行政服务。最后有一个绿色代码，网站规定凡是在此获得代码者，绝对不允许攻击绿色代码拥有者。如果有人违反此项规定，所有获得代码的人都必须拼命保护绿色代码，而绿色代码的会员只有两个人。 那就是治安和死去的郑警官。就在治安对此感到无比震惊时，屋子突然剧烈的晃动，二人立刻来到客厅查看情况。原来是屋子的围墙被炸碎了，一架带着机枪的无人机出现，直接对着玻璃开枪。没想到家中的玻璃居然能够防弹。此时面前的无人机却停止了攻击，画面来到屋外，一架架无人机开始在玻璃上面放小型炸弹。 二人立刻起身往屋内跑去，无人机渐渐地往里飞。男孩证明已经躲进了一个衣柜，这个柜子也是防弹的。无人机再次射出一颗炸弹，将衣柜的门给炸开。眼看男孩就要被杀死，治安拿弹弓将进入屋内的无人机打中，接着抄起凳子砸碎了它。看着地上的铁质柜门，二人抬着它缓缓向外走去。刚巧迎面遇见了一架无人机，此时那个自称中文家教老师的女人听见动静。 只见他打开车子后备箱，拿出一把硕大的枪，手指扣下扳机，一阵巨大的磁石声拨出，屋内的无人机直接死机掉在了地上。治安和证明也捡回了一条小命。证明见此情景，只想逃离这里，却被走进来的女人按倒。女人用手环在他手臂上感应了一下，发现显示错误，显然证明不是他要找的人，于是他给证明来了一针。女人反手按倒了治安，用手环感应了一下，确定了他是绿色代码拥有者后。 女人随即将他给放开。就在这时，一发子弹打进了屋内，见此情景，女人连忙踹开治安。此时，远处一个狙击手正注视着这里。女人和治安坦白自己是来保护他的，并且告诉治安，他手臂上植入了绿色代码，其他获得代码的人无一物保护他。而且面前这个叫敏慧的女人可不简单，她可是同时拥有红色和紫色代码的人。不仅是杀手也是间谍，远处除了那名叫圣母的狙击手外，还有一群杀手聚在一起。屋内的敏慧丢出一个烟雾弹，阻挡狙击手的视线。 这一举动也让那群杀手意识到，屋内不止治安一个人，狙击手见状拨通自己的手机，让电话那头的人控制无人机去吹散屋内的人。看来操控无人机的另有其人。屋内的敏慧见状，直接将无人机打炸，这也给了狙击手机会。只见他一枪打中了敏慧的手，手枪掉落在地上。接下来便是第一集开头的那一幕：治安为了拿到地上的枪，准备找出狙击手的视线死角。他拿起一个扫把，将碎玻璃绑了上去，缓缓地往外伸了出去。杀手一枪打碎了玻璃。 接着他站起，走到窗户边，将扫把抬高位置，又是被一枪打中。再次将绑有玻璃的扫把举高，这一枪狙击手打偏了，治安判断出了狙击手的死角，于是他爬上冰箱，跳过来的治安推翻面前的沙发，刚好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掩体。接着便看见了沙发下的那把狙击枪，按照敏慧的指导，治安拿起狙击枪对准了外面的杀手，直接扣开扳机。 可惜这一枪打偏了。现在的治安开始相信这个女人。此时麻药醒过来的郑明爬到二人身旁，询问接下来该怎么办。其他的杀手已经来到屋子的周围了。敏慧让治安立刻去房后的仓库，那里有通往协助杀人网站的入口，自己则留下来掩护他。于是治安和郑明扛着钢门往仓库中走。进入仓库后，二人找到了一个密码锁。郑明提议试试他叔叔的生日，治安则是都不行。 关键时刻响起最后一次见叔叔时说的：“按下密码后，终于打开了门。随着电梯缓缓的下降，二人来到协助杀人网站的核心区域。突然，一个戴着头套的男人出现，他拿枪指着治安二人。与此同时，外面的杀手也进入了仓库内。敏慧独自一人面对所有杀手，他先是关闭了仓库的门，循着杀手的手电筒的光，先一枪干掉一人，然后迅速放弃狙击枪的位置。 躲开了杀手们的一波集火，他想偷偷绕到敌人的身后，却被对方看了个正着。一波连续的左右摆，躲开了对方的六发子弹，干掉他之后，又假装被他扑倒在地，吸引其他人走了过来。等其他杀手走过来时，
双枪左右开弓，再次干掉了他。敏慧如同鬼魅般的在仓库里游走，来到一个杀手的身边。锁住脖子，一刀致命。对方连声音都没有发出来。杀手们的老大金先生看情况不对劲，于是让所有人朝天花板开枪。在枪林弹雨之下，一束束光线射入仓库内。敏慧趁机一个飞刀干掉一人，接着再次施展左右恐怖的身法，躲过了另一个杀手的散弹枪。然后近身将其两刀毙命。短短十几分钟，敏慧干掉了所有的小喽啰。 现在只剩下金先生一个人了，敏慧从桌底冲出来，直接给金先生来了一刀。接着二人便开始肉搏，但他毕竟是女人，力量上终究不如对方，很快就被金先生压在了地上。眼见敏慧就要被对方杀死，金先生的脸开始慢慢发紫，接着便口吐鲜血，毒发身亡。原来最开始的一刀上涂了毒药，一切都在敏慧的意料之中。另一边，地下室内的蒙面人并没有开枪攻击二人，对方丢给治安一副手铐，让他把郑明给铐起来。治安假装照做。 一瞬间，反手将对方的手枪砍掉，接着绕到身后勒住对方的脖子，故意护耳。头套男就晕了过去，掀开头套一看，这个男人是谁？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一阵回忆浮现在脑中。当初自己和叔叔的朋友学习泰拳，如今才能制服这个男人。回忆起当时的训练时光。接下来的日子里，治安每天跑步上学锻炼体魄，上班的时候摸鱼训练，晚上则来到把信叔叔这里练拳。日子一天天的过去。 他每天锲而不舍地偷袭叔叔，但都没有成功，反而被叔叔给轻松拿捏了。练了很长时间之后，治安才算是小有成就。另一边的郑明也没闲着，他找到了地下室的店员，打开了所有的灯，强烈灯光刺激下的男人开始胡言乱语。原来他患有着色性肝癖症，被光照射太久会全身刺痛。可治安只想知道他是从什么时候监视自己，这一切是谁主导？男人刚准备坦白交代，郑明就拿步将他的嘴塞了起来。对于他这一反常的举动，治安居然没有产生任何。 郑明提出自己去机房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控制整个网站。治安也没有多说，二人走了进去。一个小小的地下室居然用这种程度的计谋，郑明脸上露出了一丝耐人寻味的笑容。男人居然挣脱了捆绑，还说出如此耐人寻味的话，他一定知道些内情。治安连忙追了上去，郑明也拿起屋内的手枪走了出去。在追击对方的过程中，治安不小心掉进了一个陷阱，顺势发现了一个小型监控室。 只见男人关闭地下室的电闸，戴上准备好的夜视，一发电击枪打中郑明，将他电倒在地上。接着将郑明给铐了起来，走到治安掉下去的陷阱面前，监控一瞬间全都变成了男人的脸。他告诉治安拿出抽屉里的文件。男人向治安宣读了一大堆条款，如果他同意继承协助杀人网站，自己将成为他的手下，完全服从治安的指令。他立刻表示自己同意。 男人随即将他放了出来，还解释道：“这全部都是他叔叔的安排。”可治安直接忽视了男人说的话，拿起手枪对着他威胁他放了伙伴郑明。可男人死都不同意，治安问他为什么。当你们被中，你们住的。可治安还是坚持先把他放了。解开手铐后的郑明突然开始攻击男人，治安只能拿枪威胁他住手。男人见状，反手拉直套在郑明脖子上的绳索。见此情景，郑明立马解释道。 自己不仅和他一起经历了刚才的暗杀，还帮他清理叔叔的遗物。男人则反驳郑明是在毁灭证据，当初这个家伙一找上门，老板就被发现死在了家里。如若不相信，可以打开电脑看看，里面有一个叫0404的影片档。郑明对此表现得特别紧张，他告诉治安这里面可能有危险。眼见他还是想要点开文档，郑明连忙问他还记不记得小时候他被人关在学校的仓库，是自己去通知的他叔叔。这一刻，治安犹豫，最终他选择了相信黎正明。 拿起手枪对着手下，让他拿药和子弹去上面送给敏慧。临走前留了一副眼镜在桌上，说这是一份礼物。男人坐上电梯去到外面后，郑明立刻紧紧地抱住治安，感谢他相信自己。接着一记麻醉针扎在了治安的身上，他随即瘫倒在桌子旁边，陪郑明也露出了他的真面目。治安看着桌上的眼镜晕了过去，治安被郑明给注射了麻药。 醒来后，发现自己被绑在椅子上，治安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对自己。郑明说自己害死了他的叔叔，那自然也不能放过他。至于他为什么逼死治安的叔叔，故事还要从头说起。那时的郑明还是个学生，他和同伴刚走进家门，就发现客厅坐着两个陌生人，不给二人反应的时间。他们逼迫两个孩子去黑一个叫协助杀人的网站，因为不久前二人成功过。为了确认这个消息的可信度，杀手让两个孩子再次尝试，如果做不到就会被他们杀死。 最终只有郑明成功做到，而他的朋友则被当场射杀。亲眼看到了朋友的死，
郑明没有感觉到任何害怕，相反他说：“你是真的就是新官官哟。”那时郑明就知道自己不同于普通。之后，杀手组织的老大李永涵拿出手机给他看了一张照片，照片里的人就是治安。所以之后郑明就来到叔叔的水管仓库打工，并且趁郑静湾不在的间隙，拿着录像笔在仓库里四处搜寻，想要找寻协助杀人网站的入口，可仓库里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东西。就在这时，治安的叔叔出现在身后，郑明立刻慌忙解释自己只是随便看看，叔叔也没有再多问。眼见仓库里什么都找不到，他就想着回屋内去看看。郑明假装步子疼来到屋子内，四处寻找网站的入口。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郑明一跳，可屋子里明明没有人。他小心翼翼地走到客厅，发现屋顶上面有个摄像头。与此同时，叔叔郑静湾走了进来，原来是叔叔问他在找什么。郑明连忙解释自己只是想要简单参观一下别墅。叔叔没有多说，反问他是不是学过计算机。郑明回答说这是自己大学主修的科目。叔叔想请他帮个忙，说自己的电脑出现了一些故障，还准备支付郑明一笔维修费。郑明一听这不就是自己想做的事情，立刻表示自己和治安是很好的朋友。제가어렸을때지안이가학교창고에郑静湾一直都怀疑这个男生的身份，他说自己有些其他的事情要做，然后就走出了房间。看到叔叔离开后，郑明可以光明正大的入侵他的电脑，殊不知他的一举一动都被地下室的神秘人监视着。夜晚回到家中的郑明打开电脑，远程看见了郑静湾登录网站的用户名和密码。他试着登录协助杀人网站，很快就进入了武器买卖的内网。就在他为自己的成功沾沾自喜时，门外突然出现了声音。他知道那个杀手组织巴比伦派人来处理他了，连忙开始给自己留后手。直到杀手举枪对着自己，郑明举起双手说，如果他们现在就杀掉自己，协助杀人网站就会被重置，他们再也别想找到那个网站。男人转过电脑一看，立刻给巴比伦的老大李永涵打去电话，可对方不是一个轻易能被威胁的人，他直接让手下干掉郑明。郑明吓得连忙开始求饶，说自己有一个绝佳的计划，能够帮他们处理掉郑静湾。郑明边说边打开了电脑里的文件，那个编号0404的文档中记录着郑明被他叔叔发现后的事情，但却没有叔叔死去的画面。郑明见状就开始自爆，他掏出录像笔插入电脑中，叔叔死亡的真相开始慢慢浮出水面。原来当初郑明用身为软件做了一段录音，假冒治安的声音威胁叔叔，静湾把他抓住吊了起来。只要郑静湾立刻自裁，巴比伦组织的人就会放了他职。面对郑明的威胁，静湾只能选择照做，掏出手机拨打了最后一通电话。不是，那这通常是真的。接着便走到了浴室，割破颈动脉死在了浴缸里，这就是事情的真相。但叔叔的死未免也太过简单了。郑明坦白了治安叔叔死亡的真相，他开始疯狂地嘲讽郑静湾，可这并没有激怒治安，相反他大笑了起来。巴比伦都살려드렸다삼촌은죽고남은그린코드는나하는데。他嘲讽郑明只是无用的弃子，治安的话激怒了郑明，愤怒的他将手枪顶在治安的脑门上，他见状直接夹住了对方的脖子，然后一口咬住了他的脸，一阵剧烈的挣扎，摔倒后治安挣脱了椅子，看到对方痛苦的趴在地上，治安拿起身旁的椅子砸了过去，将郑明给顶进了桌子下面。接着他走进枪械区，本想拿起墙上的武器反击，此时郑明爬了出来，直接对着治安一顿开枪，治安只能躲进仓库后方。突然他想起了叔叔说过的，危机的瞬间里某顿仓库一问出来了。于是治安立刻从货架上拿了两个物品，最终郑明不注意脚下一滑，掉进了治安的陷阱。他拉动了准备好的绳索，将对方倒挂在了半空中。郑明立刻开始不停地求饶。与此同时，敏慧和结巴男已经汇合，二人准备对付接下来的杀手。结巴男拿起锤子砸开屋内的墙面，里面有着充足的武器。另一边，第二队杀手再次集合，这次他们带来了新的高科技武器，一支战斗力极强的纳米机械狗。只见他从百米高的地方一跃而下，飞速地向治安的家飞奔而去。桥上的第二批杀手也开始行动，不过现在的任务改成了活捉治安。屋内的结巴男打开电脑，控制别墅的防御系统，一道道巨大的铁轮缓缓降下，杀手们见状加快靠近速度。此时的机械狗已经杀到了眼前，关键时刻敏慧一枪打中了机械狗，二人成功躲了进去，却没注意到机械狗在最后一秒成功卡住了大铁门。于是杀手一个接一个地进入了屋内，远处的其他人控制着机械狗，通过红外成像一看见了屋内的情况。此时的治安也面临新的选择，看着叔叔留下来的那本书，里面有郑静湾给他留下的两条退路。지금상황에서도망치고싶다음장을넘겨안내서를정독해라。治安拿着行李站在了选择的路口。与此同时，机械狗也开始准备破门，并且往里面不停喷洒瓦斯。关键时刻，结巴男也成功干扰了机器狗的信号，
敏慧即将开始大开杀戒，战斗的过程，敏慧姐也受了伤。治安突然出现了，将敏慧姐接了，然后双手捏了两下。可这两颗炸弹没有炸死为止雇佣兵，对方冲进卫生间，一枪打伤了敏慧，拉着治安走了进去。因为任务是活捉郑治安，所以男人只打算折磨一下他，不然。 把信大叔出现在身后，他告诉治安，杀死他父母的凶手贝尔要来了。原来年轻时的郑静湾服役于一个名为巴比伦的雇佣兵军团，作为指挥官的他带领队员去解救一位人质，在路上遇见了敌人的阻击。郑静湾带领一队人正面迎敌，另一队人则在侧面突袭。狙击手金圣祖眼看就要被敌人用匕首杀死，还好关键时刻新队友一枪打中敌人，成功的救下了圣祖。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二人又被四名叛军发现了。 来救他们的是队友贝尔。突然，他注意到其中一名叛军还没死透，于是贝尔立刻拿起一旁的刀，这种补刀的方式略显残忍，把那名新队友吓了一跳。接下来，三人各司其职，狙击手圣祖的一番操作之下，接连的几枪搞定了其他的敌人。众人在枪林弹雨中完成了此次任务。郑静湾准备收队时，双胞胎报告贝尔三人还没回来。静湾立刻和把信前去查看。另一边，新人雇佣兵在得知联系不上贝尔后， 选择去防区内寻找看看，发现地上死了很多平民，此时屋内的贝尔特地拿起一把敌人的手枪，直接杀死了两个平民。这一幕被新人雇佣兵看见，可贝尔却走到敌人尸体旁，把枪还给了他。此时郑静湾和把信已经来到建筑楼内，二人听到枪声后分头行动，顺着枪声的方向来到屋内，看到了新人的尸体，圣祖说他逞能被叛军杀了。郑静湾看着前方的贝尔， 再看了看地上的尸体，心里已经有了自己的猜测。就在这时，一个小男孩出现在门口。贝尔的眼神中透露着冷血。没过多久，当地警方对他们提起了诉讼，因为他们的行动超出了作战的区域，并且有那么多无辜百姓死亡。郑静湾被要求出庭作证，但他并没有揭穿贝尔所做的事情。原来早在开庭之前，静湾向上司李永涵报告了自己的调查结果。 那名新人死于0.45口径的枪，而这次行动的敌人没有配备这种口径的武器。上司反问他有亲眼看见吗？如果没有，就照常回答法官级。而且团队里已经有很多人不服从他这个队长，他们觉得郑静湾把任务看得太重，反而把队友的生命看得太轻了。贝尔虽然是个冷血变态狂，但至少和他一起的行动更让人安心，因为贝尔总是冲在最前面，只要他不死，大家就不会死。最终，因为郑静湾并没有亲眼看到贝尔杀害别人，所以法庭没有足够的证据， 只能宣判嫌疑人贝尔无罪释放。经历了这次事情之后，郑静湾和上司提议之后，他小队的行动不要再安排贝尔和他一起了。可下次行动时，二人还是被安排共同执行任务。静湾命令贝尔不准再滥杀无辜，如果遇见平民就把他们交给当地的警察。这次的行动执行得很顺利，但狗还是改不了吃屎。贝尔再次对平民动了手，最后在打扫战场的过程，圣祖发现了被毒贩囚禁。贝尔走了过来，女人见状立刻上前求助。 他表面上安慰女人不要害怕，反手却丢了颗手榴弹进去。爆炸声将郑静湾吸引了过来，看着屋内的惨状，他质问贝尔是不是他干的。贝尔将手摸向腰间，静湾抢先他一步拔出手枪，一瞬间所有人剑拔弩张。只见贝尔主动走到了枪口前，在圣祖的劝解之下，郑静湾还是把枪放了下来。他告诉贝尔自己会将此事如实报告给公司，然后命令所有人去放置炸药，炸毁这里， 然后撤退，而他之所以不和贝尔起冲突，是因为他现在有别的事情要做。原来刚才在行动的过程中，静湾抓到了目标人物后，不仅看见了大量现金，还注意到内衣和地上的高跟鞋，意识到还有别的女人藏在这里。静湾再次来到屋内，打开柜子的一瞬间，一个女人拿着刀冲了出来，她不就是后来帮助治安的敏慧吗？显然她是被毒贩抓来的。郑静湾没有直接杀死她，相反她贴心的脱下衣服为对方披上， 然后让队友带着毒贩离开这里，目送贝尔和队友离开后，他再次返回大楼内，找到了敏慧。接着，贝尔喜欢杀人的嗜好，他直接朝对方开了一枪，然后拉着敏慧就跑。贝尔抄近路，从楼上跳了下来，对着郑静湾开了一枪。静湾将女人拉到楼上，让她找个地方躲起来，然后拔出刀准备和贝尔一战。 接着，贝尔也拔出了刀。虽然二人的身法不相上下，但静湾的力量显然不如贝尔。
眼看郑静湾要先将刀插进对方的身体，下一秒，贝尔反手一刀刀插进了静湾的胸，然后顺势卸下了刀，一边嘲讽，一边将刀丢给他。二人再次交锋，静湾被对方一刀割破了，眼看要被贝尔杀死时，身后的敏慧朝着贝尔脑袋开了一枪，他痛苦地倒在地上。静湾迅速爬起来，只见贝尔痛苦地说道：“나못죽으면내가내가족모든인간들다죽이고。”眼见他威胁自己的家人，静湾起身捡起地上的手枪，对着贝尔扣动了扳机。可惜里面没有子弹，而之前布置的炸弹也快要爆炸，二人只能立刻逃离大楼。回到公司后，郑静湾叙述了事情经过，说他撤离建筑物时碰上了毒贩的残留人员，贝尔和他一起并肩作战，但屋内的炸弹很快就能实现。在门口的他逃过了一劫，贝尔却被炸弹给炸死。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郑静湾辞职回了家，但上司并不相信他说的话，于是打电话派人跟踪他，可派来的这些人水平太差，一眼就被发现了。静湾很轻松地甩掉了他们。回到家后，他第一次见到侄女智安，一家人生活得其乐融融。但静湾不知道的是，那场爆炸并没有杀死贝尔，逃出来的贝尔找到了圣祖。另一边，郑静湾辞掉了佣兵工作，回到家后将敏慧托付给朋友本田照顾，二人也一直在对爆炸的后续进行调查，因为一直未找到贝尔的尸体，静湾很担心会祸及家人。本田告诉静湾自己准备打造一个网络购物中心，说自己弟弟是个电脑天才，网络问题交给他来做就行。可静湾现在的心思并不在此。接着本田又提到了敏慧，他居然在无人教导的情况下成功组装了两把枪。静湾拿过他组装的手枪一看，这个结果惊呆了二人，难道敏慧是天赋异禀？贝尔找到圣祖让其帮他复仇，圣祖给贝尔出了个残忍的计划，因为祸及到对方家人，一个同伴觉得这太过残忍了，他不想参与这次行动，但圣祖并没有放任其离开。同伴只好答应了下来。这天晚上，贝尔出现在了静湾母亲的病房，用手堵住老人的口，慢慢的将其憋死。贝尔很享受折磨静湾家人的感觉，老人家被其活活憋死，然而这只是他们计划的前菜。画面来到母亲的葬礼上，静湾知道母亲的死很蹊跷，所以他和大哥争论让法医尸检，但是又不敢告诉他们自己的经历，害怕灾难祸及到他们。嫂子见二人一直在争吵，于是找了个理由让静湾先带侄女回家休息。可他前脚刚离开，圣祖就出现在了葬礼上，他谎称自己是静湾的好朋友，说自己订了几个大花圈，需要二人帮自己搬一下。善良的大哥夫妇一听是弟弟的朋友，不假思索地和他走了出去，但对方却带他们来到了天台。此时角落里的贝尔也站了起来，看来二人今天难逃一死了。贝尔将静湾哥哥踩在了地上，一脚弄断了他的脖子，这一幕让嫂子非常崩溃。圣祖见此情景，则直接用刀扎穿了嫂子的脖子，然后将现场伪装成夫妻纠纷导致互相残杀的场景。此时家中的静湾接到了曾经主人的电话，对方告诉他贝尔还活着，并且他已经前往了殡仪馆。虽然知道这是个陷阱，但郑静湾还是打算去救人。他先给朋友本田发了消息，求他帮忙保护一下自己的侄女。当本田到了治安家楼下时，恰好看到一个杀手撬开了门，他直接将男人给拽了，直接一脚踢断对方的腿，然后一拳打晕了他，接着走进屋内和治安表明了自己的身份，让他先进屋里躲一躲。此时圣祖和另一个小弟也来到了这里，小弟率先举枪慢慢进入屋内，本田用房间门压倒对方，然后互相开枪射击，运气不好的本田被对方的子弹命中了。此时圣祖也偷偷进入了屋内，与此同时正赶去殡仪馆的静湾在隧道内被一个女人拦了下来，女人说想借她的手机一用，突然身后一辆货车撞了上来，一群杀手车内存在对着她的车直接走，就连那个拦路的阿姨也是个杀手，还好静湾的车子是防弹，随着车子后备箱慢慢打开，一架机枪映入眼帘，一番扫射解决了所有的小兵。带头的杀手听见枪声停了下来，回头想要再次开枪，却发现车内空无一人，郑静湾出现在其身后。突然身后的女杀手一枪击毙了他，静湾连忙躲了起来。另一边，圣祖杀死本田后也看见了躲在屋外的治安，他直接跳了下去，落在了下面的沙发上，然后撒开腿就跑，冲到路口时被一辆车撞了，司机将他送进了医院。与此同时，暂住在本田家中的敏慧看着监控，发现家里来了一群不速之客，他躲在屋内，见对方慢慢走到面前，不得不说敏慧天生就是做杀手的料，一枪解决掉奄奄一息的杀手后，敏慧背上准备好的行李，启动了屋内的自毁装置，一把大火烧光了这里的一切。另一边，隧道内死里逃生的静湾来到了马欣的家，晕倒在了门口，马欣替他处理完伤口后就让他赶紧离开这里。
自己不想再和巴比伦扯上关系了。信官说自己需要一把枪，把信二话不说给了他一把。与此同时，巴比伦的队长李永涵找到了贝，告诉他接下来把事情交给公司来处理。郑静湾现在是大家共同的敌人，此时医院里的治安感觉到了危险，只能躲入了太平间内。眼看就要被杀手发现时，郑静湾赶到了现场，轻松搞定了杀手，打开停尸房内的柜子，将治安从大嫂的身旁抱走。走出太平间时，恰好看到了对面的贝尔，眼看他就要举起枪时，一队人从中间走过。郑静湾借机离开了医院，但他并没有就此作罢，他来到曾经的上司李永涵家中，用其家人的性命威胁，让他从中调停自己和贝尔的仇恨。队长拨通了贝尔的电话，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但贝尔却直接挂断了电话。看来巴比伦组织或许会停手，但贝尔一定不会停手。静湾想起本田说过的，于是制定了一个长期且详细的计划。他买下一大块土地，决定打造一个网络购物中心，而后又让把信将敏慧找了回来，并且每天对他进行训练。静湾则将本田的电脑天才弟弟接了回来，接着将治安给带回了别墅，几人度过了一段安稳的时光。在治安长大的过程中，静湾慢慢将自己的本领都交给他，把信将一切都告诉了治安。二人把受伤的敏慧抬到床上，掏出床底的急救工具，他慢慢取出了敏慧腹部的子弹，这才保住了他的性命。与此同时，卫生间内的洗衣机后有一个数十米的地道，接把男走进去后发现里面散发着浓烈的火药味，显然这又是郑静湾的后手，可这居然连他都不知道。与此同时，脱离生命危险的敏慧给自己打了一剂止疼针，准备躲进协助杀人网站的地下仓库，但此时接把男却说现在进不去。与此同时，被吊了两级的郑明终于挣脱了绳索，他来到电梯口发现自己出不去了，于是他直接坐到电脑前开始破译系统。另一边，把信问结巴男为什么进不去。这shopping mall은기도로설계되어있어사장님이없을땐사장님이지키고있었고비운적이없었어。而且想要等系统重启需要24小时，可突然小结巴发现有人登录了系统，看来是弟弟的郑明所做。但几人现在有一个更大的麻烦，那只被屏蔽的机械狗恢复了正常。正当大家不知道怎么办时，法信大叔连忙对其开枪，但这根本无法伤到他。敏慧见状，想要用蛮力破开。圣祖带着双胞胎兄弟冲了进来，一枪打伤了敏慧，眼前只剩下双胞胎和法信。当佣兵时就彼此看不上对方的三人，决定来场男人之间的战斗。另一边，圣祖则在寻找治安。铁棍！突然，结巴男冲过来救下了治安，但他压根不够砍。很快就被圣祖打倒在地，然后掏出手枪对他连开数枪。此时把信大叔的战斗也进入关键时期，他拿起破碎的画框一下解决了其中一人。双胞胎哥哥看见弟弟被杀死，愤怒地掏出手枪对，但都被他躲过去。他追着把信来到了卫生间，看见了那个地洞，走进去看见了一座铁。他直接被郑静湾准备的火药炸死。此时跑出来的治安躲进了仓库里，圣祖也追了进来。正当二人在仓库里对峙时，破解网站系统的郑明从地库里爬了出来，注意到地上的机枪，拿着枪一通乱射，一不小心打光了所有的子弹。圣祖出现在他身后，一斧头直接砍死了暴躁男孩，就这么死了。之后圣祖又开始追杀治安，进入地底仓库后，圣祖凭借着多年来的经验，一边假装和治安聊天转移他的注意力，一边在四周布置红外炸弹。另一边，被枪杀的小结巴也醒过来，原来他提前穿了防弹衣。治安看向监控中的圣祖，他决定开始反击。治安利用圣祖布置的炸弹反击，地面上有他提前准备的汽油，一瞬间男人成了一个火球，不过这也触发了仓库的消防系统，喷出来的水救了他一命。愤怒的圣祖掏出斧子就要砍死他，自此治安成功的完成了蜕变。但此时别墅的外围，曾经和郑静湾交易过的杀手全部都来，原来是巴比伦组织对他们下了悬赏。作为协助杀人的主人，治安灵机一动，拿起斧头砍下了圣祖的脑袋，让结巴男绑着炸药带着圣祖的脑袋走出去。여러분께서지금이대로$100만의현상금도세금공제없이이끌수있습니다차지하겠다고계속여기서다죽게될거야。杀手们听完后纷纷选择撤离，自此危机也彻底解除。把信大叔带着重伤的敏慧离开了这里，治安也走出别墅。突然一辆大巴开往了这里，车上下来持有黄色代码的工作人员，这不正是叔叔葬礼上的那个女人？他们说是来处理善后，这里一直处理到天亮。一辆出租车缓缓开了过来，
死去的静湾带着重伤从车上下来。自此，杀人者的购物中心第一季结束，但叔侄二人和贝尔的恩怨还没有结束。